方祥瑞和洛洛，快点跑，有鬼有鬼啊，来不及解释了，赶紧离开。你跟着我干嘛？谁跟着你了？展英文带的零食还不知道够不够，我只是来食堂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。哼，我看是因为他们因为你和我吵架抛弃你了吧。放开我。干嘛？想打架呀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林梦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切。孙银行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李梦，当时我顺着孙一恒的目光望去，从食堂大门玻璃的反光中，我们看到一个穿着校服但又看不清脸庞的少女正站在我的旁边，望了一眼里面，然后迅速向宿舍区跑去。而我回头的时候，身边什么也没有。孙一航，刚刚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吧？你过来，离食堂大门远一点。我想我们俩都没看错，确实有一个人影，而且他去的方向是……孙一航，你不会是要想去那个学生宿舍吧？别去了，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。放心，我没有那么冲动，我们先回去吧。看来这里的学校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危险。大家都到齐了吧？那么交换一下发现吧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包括何洛洛你们，加上林墨他们发现的不寻常，外面的大雾我们根本出不去。可是那个会走路的骨架真的是太恐怖了，我到现在鸡皮疙瘩都没下去。要不然我们再出去试一试，万一手机有信号了呢？没用的，我刚刚联想到海上的鬼屋之后，就拿书包上的指南针试了一下，这里的磁场很乱，信号很可能进不来。洛洛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抱歉，我不知道。洛洛，抱歉，我真的对不起。我知道身为社长我不能这么说，但是我真的对不起大家。我要道歉，昨天晚上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，甚至是重伤你们。大家对不起。哎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洛洛抬起头吧，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的。是啊，洛洛你先坐下。李默，哎呀，孙一恒，你干嘛打我头？我们两清了，大家都原谅你了。你啊你，我是跟大家道歉了，但孙一恒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弯着腰鞠躬，哪只眼睛见到我打你了？你们看到了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啊。我看，我和方祥瑞也没有。你们，好样的！其实大家没必要这么泄气。过了今晚，就是我们待在这里的第四天，再忍耐三天，巴士就来了。蒋玉文，我们的食物还够吗？大概是不够了，但是校门外的林子里应该有不少的果树，明天大家一起去找一找吧。只要不去教学楼那边，怎样都好。是啊，还不用担心迷路，反正最终一定会走出来的嘛。已经这么晚了，大家快睡吧，明天起来就去摘果子。我再去检查一遍门锁。嗯，
这是怎么会这样？飞航，宿舍楼真的烧起来了啊！回去吧，今天大家轮流值班守夜，希望大火不会烧到我们这里。好惨，整栋楼都塌了，这么大的火，幸好没烧到这儿。大概是昨天下雨，所以才没有烧到这儿来。可是这里除了我们就没有别人了，怎么会着火呢？嘘，何洛洛，你小声点儿。这里除了我们，隔壁教学楼还有一位会走路的大仙呢。孙一航，我记得你第一天来的时候说这个地方看见宿舍楼着火了，可是昨天这里还好好的，这会儿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来到这儿以后，大家都变成了十万个为什么了。这着火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是在警告我们吗？还是说离开这里的关键点？我们总不能冲进火场里去吧？大家想那么多干嘛呢？去找吃的吧，然后等巴士来就好。万一巴士不来呢？喂，孙一航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只是说出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罢了。未完待续。